大家好，我是来自海上飞翔的燕子黄海燕，从事20多年美容行业的我，在2014年一次韩国旅游的机会，结识了爱多美。起初我使用的是爱多美基础护肤6件组和洁面护肤4件组，拿到产品的时候，看到简洁大气的包装，眼前一亮。体验产品后，柔和超强的吸收力打动了我。用了4个月左右，我的皮肤细纹和大红脸得到了改善，从此被爱多美大众精品深深吸引。目前为止，我和我的家人已经使用了爱多美近200多款产品，越使用越喜爱，越喜爱越爱分享。在这6年来，我一直免费分享爱多美产品，两个会所放弃了高折扣的其他产品，所有人都说我傻掉了。包括家人极为不理解，一直到家人都受益了以后，也忍不住和我一起分享了，因为他们也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还没有中间差价，不分享就是没有良心的。听了董事长讲的均衡的人生后，我陷入了反思，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凡事亲力亲为，如此辛苦，面对疫情来临的无奈关店等，我领悟到。单单凭借个人努力，单打独斗是很难成功的。比起努力，方向和好的事业平台更重要。爱多美珍爱灵魂的企业文化深深打动我。会长说，不要让每个会员成为事业发展中的工具和手段，而是要超越顾客的感动，让顾客成功。透过爱多美平台，过上均衡、博爱。奉献的生活，我对自己说：“爱多美不就是我要过的生活吗？”于是，在2020年6月，我下定决心放下2个会所，开始从事爱多美事业，全力以赴推广爱多美大众精品。现在，我们姐妹5个一起在从事爱多美事业，因为我们认为爱多美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是硬通货、刚需快消品。世界上最好做的生意，不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刚需品吗？爱多美的大众精品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今天由我来和大家聊聊爱多美的大众精品战略。贯穿整个爱多美产品战略的就是大众精品战略。大众加精品，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伪命题。爱多美的大众精品战略。是要让普通老百姓用亲民的价格能买到优质的产品，而且没有中间差价。这是爱多美一直坚守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原则。同等品质的产品，我们要做到价格更优。优品良价要满足2个方面，一个是品质，另一个是价格。我们会尽力将产品各个维度的品质提升至更高。而把价格尽最大的努力降到更低，把高品质的产品做到大众都能接受的价格。为了拥有更高的品质，我们会在原材料上选择优品，产品成本在整个价格当中的占比高，这是我们保证优良品质的基础。不会为了降低产品价格去削减保证产品品质的费用。我们只会降低各个环节的管理费用和流通费用，让消费者用超值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产品，这样的产品才是感动顾客的大众精品。爱多美经营目标之一是立志成为全球流通枢纽，在世界各地寻找优质的产品，以超值的价格供给消费者。采用 GSGS 全球采购、全球销售的战略，让爱多美成为连接全球产地与消费者的枢纽，使多样化的商品及服务透过爱多美平台进行流通。也就是说，不管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会寻找优秀的产品，通过爱多美的全球流通销售渠道，再流通给我们大众消费者们。所以，海外分公司不再单纯的销售韩国产品，
而是挖掘当地的优秀产品，补充到销售清单中，同时向其他海外分公司出口当地的优秀产品。这不光是对爱多美，也对当地的生产企业、经济发展、居民就业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爱多美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来自全世界各国的高品质、低价格的产品。在这个平台上，那些既能符合优良品质，又能以超值价格获得的产品，我们称之为大众精品。所以，爱多美的产品战略就是优品的同时保证良价，要做让消费者喜爱、满意的产品，感动的产品。在我们超链接流通枢纽平台，有美国的食盐、柬埔寨的黑胡椒、墨西哥的牛油果、中国台湾的精油贴布、日本的海苔与丝袜、叶黄素、美国的维生素 B、 中国的卫生巾等。你看，是不是来自全球各种各样的优秀产品正通过 GSGS 战略汇集到爱多美这个中心流通枢纽，走进了全球消费者的家中。这便是爱多美实现聚拢全球大众精品、开发海外市场的 GSGS 战略。爱多美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企业，也是行业内的佼佼者。从2009年成立至今，爱多美的业绩逐年快速增长。在2019年，爱多美全球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兆5000亿韩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如此快速稳定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产品。我们快速稳定成长的基础就是产品。我们翘首以盼的2020年7月10号是中国商城开业的日子，这一天终于来了。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为了满足中国市场消费者的需要，我们第一批上市的产品有护肤彩妆、个人护理、生活居家及食品，其中有全球热卖的产品、韩国经典保留的产品，以及我们本地开发的优质产品。未来陆续会上市很多本地生产的产品，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爱多美产品以三种形式进入爱购商城。第一，跨境全球购渠道，我们的会员可以通过跨境全球购购买原装进口的产品，比如健康食品焕丽饮、红参丹、鱼油软胶囊、叶黄素，还有护肤品爱诗洛特真颜系列。目前我们也正在做大量的市场调研，看看中国消费者期待海外的哪些产品流通到中国。未来大家可以在跨境全球购买到您心仪的海外尖货。第二，一般进口渠道，用一般进口的方式进口了大量丰富的品类，让中国的消费者能更全面地享受大众精品。一些韩国新上市的产品和反馈比较好的产品，我们都会通过一般贸易来进口。第三，本土生产，中国本地生产，包括了自有工厂生产，在烟台高新产业园与我们的合作厂商落地更多的消费者喜爱的产品。本地生产的优势是减少流通费用，让高品质的产品更有价格优势。比如从甘蔗汁液提取甘蔗糖蜜制成的环保安全产品，爱多美可爱熊餐具六件套、天然纯棉 YY 芯卫生巾系列，优质的选材加上独特的 YY 芯，更关注女性的健康，可以安心使用。来看几款明星产品，爱多美明星产品焕丽饮是爱多美六冠王产品。大家都知道，中国女排历史上9次夺冠，就只有1次5连冠，可见焕丽饮产品的含金量了吧。这个数据是由权威性的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发布的。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在韩国被称为经济检查机构，是管理韩国经济的中央管理机构之一。
可见这个数据的权威性。现在映入眼帘的是爱多美的另一款明星产品——艾诗洛特真颜系列产品，它获得了 NEP 认证，是首创的卓越技术产品，是由韩国产业技术协会颁发的认证。只有是在韩国首创的卓越技术才会获得该认证。此前，艾诗洛特真颜还获得过 IR52 蒋英石奖。蒋英石奖是韩国化妆品界最高奖项，能获得如此殊荣，说明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喜爱程度。而且2017年上市以来，艾诗洛特真颜系列第一年的销量就达到了1000亿韩币。这款牙刷是我们家人的最爱，在韩国被誉为一秒牙刷，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变成了一秒就买不到的牙刷。它的价格仅为人民币7元钱，是真正人人用得起的好产品。连一只小小的牙刷都做得如此用心的企业，还不能感动在座的各位？我常和伙伴们说，即使当下疫情肆虐的大环境下，人们也要洗脸刷牙，不是吗？这个生意还不好做吗？一个公司的退货率过高，会导致企业的利润空间下降，更甚的是造成企业没有利润可言而破产。我们来看一下爱多美的退货率。根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将同行业企业的退货率进行了排名，前30名企业的平均退货率是3.03%，而我们爱多美的退货率仅为0.19%。这充分说明了爱多美产品的品质和大众喜爱的程度。只有大众喜爱的产品才能不断地产生复购率。我们坚信最好的营销方式就是产品的品质，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消费者是最有发言权的。透过半年的经营爱多美事业，我发现爱多美的产品是被顾客抢走的，因为产品自身的品质就是最好的营销手段。我们只要把产品分享出去，它自身就会吸引消费者蜂拥而至。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为了确保品质，爱多美都做了什么。第一，我们开发任何产品不会先设定销售价格，这可能跟其他公司的产品开发有所不同。在没有预计价格的情况下进行产品研发，这对研发产品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开始设定了产品的价格，为了保证足够的利润，在选择产品原料时就会在一定范围里寻找产品的品质，在开发的时候就被限定了。而爱多美不会这样做，我们不限制开发的预算，也没有开发时间的限制，让我们产品开发的同事可以在毫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从各个角度来审核自己开发的产品。这个产品是消费者长久需要的产品吗？会不会破坏生态环境等等。寻找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寻找更好的原料，呈现更好的产品的功效，这样我们才对自己的产品更有信心。当然也会有人担心，不考虑预算，为了追求品质，产品成本也跟着涨上来了，那我们如何保证更合理的价格呢？接下来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共同成长文化和一品一社原则。用竞价招标的方式来选择供应商，应该是大多数企业的做法。企业为了价格更有优势，一定会选择开出更低价格的供应商，而供应商为了拿到订单，当然也会用更有优势的价格。但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一定会在提供的品质上压缩，这样会给企业的产品品质就不能保证了。爱多美的做法不同，我们会采取一品一社的原则，我们的订单只给一家优秀的企业。比如要生产牙刷，我们会找一家确实能生产出优质牙刷的企业，信任该企业，
并向其提供购买大量原材料和增设设备等一切可能降低成本的帮助。跟企业共同成长带来的好处就是保持紧密的关联，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关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研发，提高产品品质上面。只有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才能和爱多美一同发展。通常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很有教养，我们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会想到他的家庭，父母素质很好呢？看到爱多美的大众精品，我们也一定会想到他强大的研发背景和生产背景。不得不说的就是科马 BNH。科马 BNH 是韩国科马和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共同出资成立的第一号研究所企业。科马 BNH 与爱多美公司合作，为我们提供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为我们产品品质保驾护航，拥有高纯度提取技术、新鲜草本提取技术等多项技术，使科马 BNH 具备了卓越的产品研发实力和竞争力。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创造出更高品质的产品，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大众精品。我们很多的产品，爱多美焕丽饮、鱼油软胶囊、益生菌粉，还有美容护肤品、艾诗洛特真颜系列、基础六件套系列、洁面护肤四件套等等，都是由科马 BNH 提供的。第四点，爱多美拥有严格的品质管理。爱多美的营销手段就是产品的品质，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我们要遵守法律法规，这是所有公司都应该遵守的基础。从产品开发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挑选有能力为我们提供优良品质的生产企业。其次，我们会跟企业共同成长，我们也会跟他们提出改善的建议，并且帮助他们一起为提高产品品质做出努力。最后，我们开展了顾客监督，听取来自市场中的声音，收集他们对产品的真实反馈，让每一位会员都爱上爱多美的产品。以上就是作为爱多美始终如一的去坚守的，去给消费者的优品良价的承诺。相信作为消费者的您，也一直在不断的选择生活必需品品牌。市场上不缺乏生活日用品，但缺乏的是安全无毒的生活日用品。您不妨试用一下爱多美，感受一下爱多美产品带给您的幸福感吧。我和我的家人都在使用爱多美产品，如同朴韩吉董事长所说，购买爱多美产品省钱的同时，也是在帮您赚钱。这几年有爱多美产品作为我生活用品消费规划师，着实让我省了很多钱。我已经决定让爱多美产品成为我一生的专属品牌，更愿意努力分享爱多美大众精品。现在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爱上了爱多美的产品，感受到了爱多美产品的魅力，让我看到了爱多美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我相信未来物美价廉的爱多美大众精品一定会走进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期待下次我们云端再会。